问一，头部深层体伤。有些病患都是头部有问题的，浅层的体伤处理到没有了，病症还有，用工具按到深层还有体伤，只是攻击硬邦邦的，按推不熟练的人也不适合按推。不知老师怎么看，想听听老师的意见。不按推视频。这个大姐，她就是糖尿病的综合症，所以现在她这个眼睛已经出现问题了啊，就是视力非常的不好啊。就是我给她按这个耳后的时候，她这个体伤发现在深层。我用工具抠才能抠得到，而且我用工具抠的时候，她也感觉啊，这个眼睛非常舒服。那这个呢，他是视力不好啊，他现在几乎是没有什么视力。然后我给他按耳后原始点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，他的体伤也是在深层啊，光用食指是按不到的啊。一开始能按到，一开始按到，现在他用食指按也不疼了啊，就像舒缓一样了，所以呢，他这个视力现在还没有恢复，那就说明他还有体伤，啊，我就用工具再往深层看的时候，哎，他那体伤果然还挺重的啊，他是脑出血，和脑梗的后遗症，一样的问题，现在我用食指去按他这个耳后原始点的时候，也是相当于舒缓，就是一点不疼了。一点不疼了的话，我用那个工具啊，给看到深层的时候，才能找到那痛点。一开始的时候，用手指肚都疼的，按着，逐渐的它都就不疼了啊。这表层这没什么体伤了，现在也都按到。我的食指，我觉得我按的到最深，它也不疼了，所以我就拿工具再找，再往深层找，看有没有提升。现在有反应了，看出来了，这就疼了哈，这都疼。用工具按的，用工具按的是疼的。这么推，也差不多属于舒缓了，啊。这个，浅层的体伤都差不多了。用工具吧，它不像手，所以我们得小心点。确定是这吧？是。就这，疼了。我就是用这个手指啊，用这手指立起来，看这样。只要手能下去，我也能碰到他那个疼的地方。这样也能碰到。这样也能碰到。但是手没有力。手没力啊，这推两下这个手吧，就没有劲儿了，就推不动了。这样也能。所以我觉得不是光用工具，就是好像不是工具过力推出来的。我这用手它也疼，一开始就是我用这个指腹都疼，就是一碰就很疼。现在按呢，这样都几乎都不疼了。它视力有恢复，眼睛那个颜色也都变得差不多，但是它现在就是。因为没完全好嘛，就认为他深层还有体伤。是这吧？你看，这就疼了。哎呀，推到了，还疼。还可以忍的，这么个程度。好，请老师补充。这个确实是原始点，
遇到的一些难题，也就是我们的工具哈，都是用我们的手。那这个手的工具也有它的极限，有时候确实遇到深层的话，你很难用手指的工具解决。而且刚刚大家也看到上一个视频，那个头痛，即便季春兰坚持了1个小时，而把它按好。如果这样的患者一天来2个，我看我们大概一个志工的手大概就按到酸了，哦，应该就没有办法再多做。所以这面对这个问题，我也一直在思考着。既然食指的工具是有限的，那要借助这些其他的工具，那其他的工具你拿的还是要用啊，要用力啊，哦，所以原始点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突破？我一直在希望说，将来如果原始点要进一步突破，向而后，哦，这个点很难按，那应该要有一个工具，比如说电动的工具，方便患者拿。或自宫拿，患者如果他可以自己顶一下，然后按一下开关，然后这些工具就可以来回摆动，来帮患者解决，也不失为一个方法。那如果再精细一点讲，患者年纪大了，他也没有力气这样顶，是不是还有一种工具，好像可以戴在头上，然后固定住？然后一边只要操作那这个工具就可以直接因为它是固定的，直接就可以顶进去，你人也不用拿了那这样它就可以随着你调整深度，然后就可以顶进去，然后顶进去甚至操作就像我们按摩椅啊，还有这样来回摆动着像滚轮这样，那这样。我相信很多重病患者，他可以不但不用再去找志工，甚至有时候自己懂得操作，哎，这样就可以解决。所以原始点将来，它的突破，除了人力以外，是不是还可以，在这些科技，利用科技的一些发展，然后来引进来。让原始点的患者还有志工在操作上能够更方便，然后更有效果，这也是原始点将来必须要思考的，那这是我的感受啦，那大家再思考看看，那如果以目前的情况，其实季春兰做的应该就是极限了。如果我操作也是啊，按不到深层，我一定会拿工具来用。那工具我自己操作过，我知道那个很累的。我就是你按个半个小时，你那个手几乎就酸了啦。那如果有我刚刚讲的，能够研发出这样的辅助工具，我相信，这个推广点也好，或患者也好。都可以受益。好，我就把我的感想补充到这里。